谁要来感谢呢？他做什么料理呢？赶快来进行我们的做会来感谢。为什么来这个梗？哎，嘉怡，我们等一下有什么任务吗？当然有喽！听说我们今天的主角是一位大学新鲜人。哦，大学新鲜人，刚升大学的。对，哎，骆师傅，你的女儿好像也是差不多年纪嘛？对，今年也是刚升大学。那你的女儿有没有做什么让你觉得很贴心的事呢？我觉得她蛮乖的，她最近就是找一个工作去打工了。哦，对，就是要减轻你的负担哦。其实还好了，就是让她去外面体验一下这样子。嗯，那你有没有对女儿做一些让她感动的事？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感动的事情。什么事？赚钱给他们就很感动。我也要感动，也要让我感动一点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看看，就是这位大学新鲜人究竟有什么样甘霞的事情，赶快去看看。好。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，今天做回来甘霞的主角就是一位贴心的女儿，她用美味的料理来感谢辛苦的爸爸。好啦，你今天最想要感谢谁？我今天想感谢的是爸爸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去年一整年我都在准备考试，然后可是考试的时候不止我在奋斗，今年爸爸也都很辛苦。那爸爸听说好像会陪着你一起熬夜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是像我可能有时候去补习，然后晚上回家第一句话，爸爸就会问我说他肚子饿了没，要不要煮面给你吃？哇，爸爸要做宵夜给你吃？对啊，真感动哎。可是爸爸都会做东西给你吃，你平常会不会做些什么东西给爸爸吃？我平常只会做一些小点心，可是其实爸爸好像就是没有，不是那么爱吃甜点的人。哦，那爸爸喜欢吃什么样的菜色？爸爸喜欢，其实爸爸没有特别说过他喜欢吃什么，但是我们每次去吃，可能去外面吃饭啊，都会不知不觉的点到客家小菜。哦，那我们今天就请骆师傅来教我们客家小炒咯。好，加油。为了帮娃娃完成心愿，三三厨房的大当家骆静汉师傅要来大展厨艺咯。好，骆师傅，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做客家小炒咯。这个客家小炒我们里面准备了这花肉，还有豆干，还有我们这个鱿鱼。那这个鱿鱼我们先泡过了，我们先把这个火把它打开。好，然后需要先热锅。对，先不用加油吗？不用，因为我们用它的那个猪油啊，先下去放。对，我们先把猪肉放下来放。然后来娃娃就拿着筷子。不要怕不要怕，用那个搅拌。搅拌吗？对，这差不多要搅拌两三分钟，也要让那个整个的油脂很透明。所以反而不是像我们在外面看到那种细细干干的肉，不是是要带油脂。真正的客家小炒就是要慢慢把这个油脂爆出来，然后借着它的油脂去爆出其他的材料。对，这样才好吃。对，然后这时候你看到它的油脂可能爆出来，旁边有一点点金黄色，有大力的这样搅拌一下。它焦掉没有关系？对，没关系，它就是有点微焦的感觉。对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放鱿鱼。哦，第二道是吧？对，鱿鱼。你要继续放吗？对，继续放。对，鱿鱼下去之后，它的温度会降。哦。可是鱿鱼下去爆的时候，它会有一点点香味上来。对。哦，有闻到鱿鱼的味道，有香气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鱿鱼就开始变成什么鹅卵鱿鱼，卷起来，对。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下上豆干，第三道就是下豆干，下豆干。小外喜欢小锅下就可以放，然后这时候豆干放下来。好，这时候你有闻到三种味道融合在一起，对。然后来，我们就会加上一点点的虾米。哦，小虾米。对，虾米，小虾米增加这一道菜的一个丰富性。对，闻到了。对，好，虾米出来了，来蒜头，蒜头我们大部分都把它切成小颗粒下进来。味道会越来越香，有越来越香，而且层次越来越丰富。对，所以这一道菜记得一件事情，不能加水，直接慢慢的就是干炒这样子。对，好，来，那我们炒到差不多的时候，来这个豆豉，对，这个豆豉下去，好，再加上酱油。那因为这个酱油加下去的时候，它会有一点点干霞色，这一道菜更加的更加的丰富，让
它上色。对，让它上色下来，所以你加一大匙下来就可以了。所以酱油先加，好，让它香香气回呛起来。然后酱油膏也要加一大匙，酱油膏那个甘霞色的颜色啊，更上去好。来，这个颜色我刚刚说一点，因为我们酱油膏有稍微勾一下芡，所以就有浓稠的，对，就有浓稠那种感觉，就不用去勾芡。你真的加下去之后，整个色泽都不一样，变得比较漂亮。对，那其实我们在炒这一道菜的时候，我们大部分都会注意它的那个味道，还有它的颜色。那味道，它酱油下去的时候，它会比较甘甜。那再过来，它的颜色有没有？你看它的霞色的那种感觉非常漂亮。对啊，这样才会色香味俱全。对，所以你就闻到那种甘甜的味道，有。然后再来一点点的糖，综合一下。好，然后就加直接加这样的酱油炒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呛一下酒，一大匙的酒下来。哦，酒不要太多，酒太多的话它会有一点点的水。那在炒的时候，这个下去就不香了。好丰盛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起锅之前呢，我们就把我们这一个，这个是青菜、大椒，还有我们的蒜苗，全部加进来，一起用大火快炒。偶尔会做些甜点的娃娃，对于中式料理没有那么熟悉。为了做出爸爸爱吃的这一道客家小炒，娃娃认真的跟着骆师傅学着。好，来，耶！客家小炒完成。你们有没有闻到很香的味道？这可是娃娃第一次亲手做中式料理给你吃哦，有没有很压抑？已经说不出话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他以前没炒过这种东西，他也说他第一次，而且我也没有看过他做菜，所以这真的是破天荒了。爸爸，赶快品尝一下。好好好。来判断一下娃娃这个手艺如何？这个是客家小炒。对。我娃说，因为每次你们出去，你都会点这道菜，所以他在猜你应该很喜欢吃这个。对，我娃也一起吃啊。对啊。如何？一级棒，成功成功。所以其实爸爸，因为刚刚娃娃有跟我说，就是之前他在高三的时候念书啊，那爸爸都很贴心啊，而且还会有时候会帮他做宵夜。那爸爸会觉得说，这次娃娃特别做了这个料理给你吃，心里有什么感觉？真的小孩子很大，才会找这种东西。哦，爸爸都哽咽了。而且我们知道爸爸那一年也真的很辛苦了，对啊，那娃娃也顺利考上大学了，心里有没有一个压力都放下来了？他上学，我跟他上学。他毕业，我跟着毕业。考上大学，好像我考上大学一样，非常开心。真的，所以我们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们哦。来，甘霞的小礼物送给你们，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娃娃以后要尽量做料理给爸爸吃哦。谢谢。原来这个客家小炒是用这个东西炒。当然喽，才有这么棒的味道啊。味道这么好。那以后要常常吃哦。好。